哎，凡事有晚安。安。大家好，你下水好，下水。好，安好，慢点。啊，波波的。好，安住六，不住六。两点多钟，在这搞一些的改变。大家中午好。哎，凡事中午好。时间呢快接近了哦，因为咱。再来接近了的这个尾声，因为今仔日呢，咱无12点，比班咱是11点半，11点半比班哦。像季光老师呢，这个资讯，这是咱这个部分的主分，伊甲咱讲，伊要化解人生的枷锁，这叫做转化，叫做转化。那这是最幸运的，所以讲，咱的改变了，其实讲起来，咱就是爱伊要，这个要，来做化解人生的枷锁。所以一切结束，但每一个人的命运是来自了别人的。即头拄仔咧，迄首歌内底咧，伊就讲，祸福是咱家己所来造成。为虾米讲伊要化解人生道？咱即个家庭内底，那如果做先生、做娘哥、做小弟、做爸爸的人，会当照着伊的本分去做。这个家庭内底，敢会有问题？敢会？那照着伊个人的本分，做妈妈、做人小妹、做人大姐那么咧做人太太的啦。那如果照着伊的本分去做，照道理去做，这个家庭敢会有问题？没有问题。所以通常咱人生当中有坎坎坷坷。其实是咱个人无照着道理去做，所以讲咧，伫这个家庭资源伊就会出错，伫咱个人生命运就非常的坎坷啦。所以讲起来，
咱的脾气无变，咱个人自我维持的这种的个性，咱来当好好来化解，以道理，咱讲讲道理，哦，以道理来做你咱人生的行为，那安尼咧，就会当化解人生的枷锁。亲像咱伫报章杂志行咧看，为食烧酒去弄死人，害人一家口啊咧。人讲吼，啊，都有可能毒死因家，迄、那个经济来源的查甫人，结果迄个家庭太太囡仔会依靠去看啥？所以讲咧，咱若袂去饮烧酒，咱就袂误大事。若安尼先是化解了着咱家己的枷锁。所以这命运是超级在咱个人的掌中，咱一定爱依道理。所以这个老师讲，讲依道化解人生的枷锁，这叫做转化，就是改变咱人的命运啊，哦，改变咱的命运。所以讲，咱人两种教袂使信，比较甲计较袂使信，尤其是咱家庭，尤其是咱的亲戚朋友，尤其是咱的同事，哦，亲戚，咱讲亲戚卖计较，哦，咱的命运逐渐可以咱去转化。所以讲咧，啊，咱伫道场，为什么伫道了不断伫咧开一个启慧班、修专班，无非就是要互咱更加了解清楚咱自己本身应该爱去遵循的道理，这个叫本分。哦，那么咧，依照咱的本分，改变着咱人的命运，哦，这是上界限。所以讲咧，咱感受道理了后，咱来好好运用在咱的自身。咱唔通来到遮，听着哦，对一个讲，哦，一个讲师足够讲，讲起吼够好诶。哦，你种诶拢是讲师诶，毋是咱个人诶。那么咱家己要来感受这个道理，咱一定要用道理去应用，改变了咱无好诶脾气甲毛病，逐渐对咱转。那么个一种，就是了解，哦，了解就是咱道理打翻做道嘛，哦，亲像讲咱的佛堂遮大经，咱的圣堂爱上负责第二楼，哦，一边是咱真经理要负责，一边是破邪阴阳德心负责。那么伫这个当中内底咧，啊，咱拢去清扫，哦，观察，而遮尔济。佛堂遮大间，哦，清洁的工作遮尔济的功效，别讲干咱一个人、两个人无可能，哦，伊爱清洁。啊，当然嘞，好像迄天听着春贵祖庙甲我讲，伊圣堂伫打扫的时阵呢，伊下下部分拄好干咱两个人，拄好领人家的太太去，好像听一个心生一个。为什么？到底是无电路好势，还是大家人的时间遮尔袂拄啊好？哦，那么袂当珍惜着咱表演，表演就是表演的一面。一间佛堂内底，两个人去拼扫，或许是感觉讲一种的心情嘛，就变难看。所以讲起来。你阿娘伊嘛唔敢甲我讲，为虾米咱安尼？所以或许希望以后，伊咱了解着佛堂的清理，希望大家会当作为上天的志工来表愿还是表扬？哦，大家无惜着这个辛苦嘞，来扶持了解这个道理。当然，伫咱领人干部啊来抛这个消息的时阵。咱一定爱踊跃扶持，只要咱身体都会使，哦，那当然希望咱的干部本身，别人做好着延续的工作，袂使讲吼，干那拖延的缘故，有几个人，有几个人有赖，啊，若无赖的人，唔知影变哪去，唔知。所以讲呢，或是希望咱的干部人才爱做好延续，啊嘛希望咱所以各位。建立大家的一旦共同来扶持，哦，人讲这是一个良性业，
哎，我们慢慢大家共同扶持他。伊讲，甲咱靠一个两个，几个拢不足细事。哦，而且咱伫修行学道咧，咱一定爱把握神通表现的机会，好好来转化了解咱的人生，这是上界幸运的。所以讲咧，特别爱咱平常，吼、哦。那当然咧，啊，伫咱即次开放部分性的当中，我法来讲，法度来讲着度人的功德上大。这也就是伫咱106年，哦，迄阵啊，曾经伫啊，搁甲澎湖徐太太，哦，甲徐贝山，搁甲阮太太去跟啊，去到啊，这个青岛，哦，去到这个崂山养正堂。啊，咱伫迄个所在咧，要来开班，那么伫因边一班的疫情咧，啊，都好伫个门口有坐一位困的。哦，女孩子，啊，伊个面相咧就足歹看，哦，该问他也不回应你呐。所以讲咧，我个太太啊，去曾经伊伊面个时阵咧，拢要甲伊招呼，但是伊个一脸很苦。其实，这个人就是一点有问题啊。哦，啊，该问两三下，伊拢无爱插人，啊，无爱插人，无法度啊。哦，啊，尾啊咧，多咱徐太太伊面个时阵。哦，伊去对上眼，甲咱咧看着尔。徐太太伊感觉讲，伊家开始艰苦，哦，所以伊阿咧叫曾经较紧来，爱甲扶诶，无伊强咧扛袂了啊。哦，啊，到曾经伊咧，到伊即个时阵，赶紧咧，伊是曾经伊一个人要倒咧，足重啊，伊无法度甲扶，所以伊就赶紧讲啊，曾经伊，你较紧来，较紧来。哦，因为徐太太哦已经被倒了，啊，伫迄个时阵呢，拄啊好，郑经理呢来时阵，该扶起，用一个坎，迄个坎呢就是因为啊天气拢足寒，哦，啊足寒啦，足寒吼，啊所以讲迄个坎的下底呢会当下火无烧，困人内底吼较烧的一个坎。那么伫个所在呢，郑经理伊就想讲，哇，安尼要安怎？这是无形大德。哦，就是讲徐太太去学这个感应到无形大道，所以就想讲哇，安尼要安怎呢？所以就讲，伊讲无形大道，阮是台湾来的，哦，要来推广传统文化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你唔要去伤害到这精神，安尼呢就唔好，哦，啊，一直甲伊求，结果呢无法度，因为徐太太就倒伫遐躺，就一直咧哭。其实不是伊本人咧吼，是无形大德咧已经去害伊身体，所以就伫迄个所在开始咧哭。即个郑经理就安尼甲伊讲，也无法度。尾啊，郑经理伊讲吼，啊，就伫遮有咧讲因果因，吼，因果因来回向佛地，也无法度啦，一直哭一直哭，他都没办法接受。结果尾啊，郑经理甲伊讲，咱崂山养正堂即个所在。多五十六个功德回向佛地，干那安尼讲尔。那么咧，背山的吼，这个徐太太一分都背个，伊都不靠，一分都背个，跪伫遐吼，感谢慈悲，感谢慈悲，一直拜一直拜。干那听见多五十六个功德回向佛地尔，伊就心背个。哦，迄、那个无形大德助个，伊就退掉去啦。所以讲咧，伫这所在，咱就是讲。哦，大人的功德，会使讲是非常的大。希望咱爱好好练修，哦，伫咱开放部分性也好，伫未来也好，咱会当大人进来，哦，搁而且呢，或是伫遮甲咱呼吁，伫咱山林有心灵成长营，就是搁咧读册的囡仔，哦，有菩提心会班，咱初初入道的人，甲咱四年教育，哦，啊，甲咱遮的青少年班，希望咱来的。一定爱报名，无论有钱靠无钱靠，只要有合适的机会，希望咱会当报名踊跃参加。因为即马咧，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或是一边搁甲迄个课程咧，搁来交互咱看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好好啊练习，爱是伫咱遮有学礼节，每礼拜拜二拢有学礼节的礼节班，希望咱大家咧，哦，拢会当来学。那何况咧，最后要来报习修，爱想不一样。吊祭在火环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咱爱上是一个真大的单位，
哦，那希望讲咱的道心不断，修道人愈来愈多，不断参观的人愈来愈多，哦，学习的人愈来愈多，哦，那么呢，啊，这个信靠的人愈来愈多。那当然，咱就是要爱像不一样，会当伫道府方便的内底更加方便，哦，安尼呢，代表咱的兄弟姊妹，伊得救的机会呢，会愈来愈多。或是呢，哦，这个来报一首，这首呢，嘛就是咱啊，这个保安顾问呢，哦，伊为了要激发咱爱上所有的丰收大殿呢，伊当来动起来，让我们的爱想不一样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我来报一首哦，你要请的这边请，不要停哦。有些比我更了解，太多老前人啊，太多太多不好的，我凭着岁月的脾气，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是好不下的年纪，只因为我们还在心留在原地，早开始我的人生经历Yeah.
一起之家，下午祈祷母行三鞠躬以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直架前人鞠躬，直架步前人鞠躬，送架红点的是鞠躬，温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直架前人鞠躬。持驾步前人鞠躬，送驾红点是鞠躬。好、哦，南台到他永昌殿，一对一跟他念那个永辉歌，他前面亮臂宽，所以他那前言慢慢的向永的南台辉歌哈。哦，他光进哈，南慢慢的用，他慢慢对哈，他一张前言推的前言推哈，啊，就咱大家永昌愉快，然后。